人讲拍扑啊，哦，谢谢啦，谢谢。我要安尼甲大家讲吼，因为我做老师足久啊，我差不多最少最少都有五十年啦。我从高中教到研究所，从高中的老师教大学内的教授甲讲座教授，大家会使上 Google、雅虎、张文燕，恁大家有课表吼，然后课表的外名吼，上网去找啦，吼，张文燕加两字就好啦，教授啦，会去看到我的资料啦，哦，啊，若要更加深入，要更加了解我的，从出生到在大学的一个阶段，差不多十年前的阶段啦，一人力银行。名人啊，世界啊，华人啊，小传啊，小传记啊，写张文燕，拍张文燕啊，也去了解到我的经过吼啊状况啊，当然这不是最重要的，我是讲我要给恁大家。知影，因为大家来就甲我拍扑啊！我讲，若要做老师吼，是上爱人拍扑啊，就对啦吼。啊，这好在，开起来感恩啊，感恩啊吼。啊，今仔日第一看到咱讲有意大利的动心啊，请伊来者，予大家。更加了解一下，好不好？哦，来拜托，拜托，拜托，哦，来啊，咱家鼓掌一下，因为确实我足难得。我哪安尼讲？啊，足感恩啊，吼，有这个机会吼，真正要来读咱这个课，无简单呢。你先。简单讲，你是安怎要来读这个课？安尼好不？哇，安尼。好不？好不？好，你家己感觉讲，哎、欸，这是我过去办的，吼、哦、啊，当然，拄啊下副会就来谈吼、哦，是无简单的代志。我以前啊，拢有准备奖品啦，吼、哦，那是外国的较少年的来啊。我拢甲送伊一个咱的徽章予伊啦，啊，因为歹势我伫遮才看到这张吼，那事先看到吼，我就会安排啦吼，我会送你啊，喂，无简单，那有唔知会使拜托一个同心吼，去外口咱的柜台先买一个。徽章，我送伊一个吼，吼、哦、吼、哦，去买一个徽章啦吼、哦，嘿嘿嘿，好，你买一个就好啦。你若假讲两个人，我送两个嘛，人国外，我，好，那纽西兰爱买两个啊，啊。什么？纽西兰的你啊？美国来，买三个来。
好来来去拜托哈，拜托拜托，因为我安尼做啦，我因为伫遮世界咧看呢，咱这个节目我是世界咧看的呢。我跟你讲吼，爱本身住伫遐啦，佮转来吼，迄有诶拢无准算啦吼，因为我是讲，迄那么远来吼，咱有巴西来的啦，有西雅图来的啦，因为迄阵以来，啊，拄啊伫台南州咧办活动，我特别请两个去食饭。足难得的啊！以我来讲，我若伫超市，伫国外待十几年嘞，我会了解啦。哦啊，所以讲我占上侪吼，咱互伊讲两句啊。伊安怎会来遮，要来上这个课？安尼好不？好，来来来。来我来台湾吼，你爸爸相信一个民政府嘿，安尼大希望啦，安尼啊，所以鼓励我来遮读册安尼，啊，希望一天会当帮忙台湾较好诶，安尼。不够。哈哈哈哈哈。就好啦吼，因为安怎咱安怎讲，你知哦？咱咧气中。啊，那个西欧把中国的这些那个制度啦，那些乱七八糟都骗人的啦，都全部要弃掉了，要向欧洲啊、美洲就是学习。啊，因为他在意大利是属于欧洲方面，哦啊，所以讲。希望伊回去，我替人宣传，安尼好唔好？希望咱伫啊意大利，我设一个据点，以后拢甲苦苦的做集团啊，回来上课，吼、哦，好啦，安尼好好，啊，谢谢，好，好谢谢，好好，感恩感恩，好。诶，阿哥讲有哦，做啊，纽西兰的来啊，来，咱话请纽西兰的哦，来甲咱讲几句啊，好，谢谢。其实真简单啊，因为我伫遐做民忙到忙到咱台湾啊，所以我想讲哦，一定爱较紧回来，因为我回来有一个目的，就是学习，谢谢。纽西兰哪一个单位哪一个地方吼？纽西兰我吼、哦，我有一点啊，迄个嘛吼。As I work in the Eagle heavy machine repair, there's a workshop. 那我伫个纽西兰吼，迄个基督城，迄个伊个名叫老鹰啊，老鹰迄个单机还修理所。我伫遐有一天吼，我的同事讲，您刚才有一个迄个叫什么协和号啊？哇，我看到协和号，伊一年会飞一届去基督城，哇，有够赞的！我有闲我慢慢甲您讲啊，您伊咱以后阁爱上课，谢谢。哦，安尼足感谢啦吼！啊，阁有一个来自啊美国的啊，咱来欢迎美国的啊，我刚讲一个啊，伊都一手啦，美国较大啦吼。谢谢谢谢，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大家，开开欢迎，好，开开欢迎，来这，来这里很高兴哈，上欢喜的是讲熟悉足侪朋友嘞哈，啊，大家拢变好朋友，这点真难得哈。我伫加州美国加州西谷，捌去过西谷的亚洲，好，这个西谷，啊，阮到底迄个苹果电脑一港一条街。所以是全世界的中心，啊有机会，即马回来，真欢喜。希望台湾更加好，安尼，伫美国的台湾人，就靠他出头天。谢谢。
安尼足感谢嘞吼，啊无请三个吼，你稍等嘞吼，请过这两个过爬起来，啊拄啊换马来啊吼，啊剩出送互因一个转去吼，我就要拜托伊两件代志嘛。第一就是讲，咱的身份证确实有效，啊就去推广，叫一寡较少年的拢登来上课，安尼啦吼。来，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好，谢谢过去班毕业了后，爱去准备这个服装嘛吼。我要讲一个，这个三月二六，我伫屏东县政府去啊审查一个案件，啊，伊叫四个外聘委员啦，我属于外聘委员。哦，哎，有诶，大会了解讲啊，我是大家应该知我的身份，我是学者嘛，我是虾米身份？我是专业人士，所谓专业人士，咱流氓政府有，我去考一个牌，我较即卖还会使用啦，我做讲座教授七十几岁。做甲退掉来了后，今嘛那是要免靠囝咧家饲啊，啊无我七十五岁啊，暗都爱互囝饲啊，当哩咧。那要做公务人员，六十五岁都爱回去食家己啊，是毋是安尼？所以我甲少年咧讲，你若有法度摕证照诶，专门职业证照。有机会你去摕，我还有什么身份呢？仲裁人啦、啊，仲裁人唔知喎。讲较简单，讲民间法官啦、啊。那咧发生冲突啦、啊，啊，叫阮来调解，因为咱少年的时啊，该去考参加仲裁人员受训。因为他有一个资格程度了，专业人士，也是大学里面助理教授，要三年以上，你会去报名，也是律师、检察官，迄就免阁考啦。迄两个检察官甲律师，伊申请要去啊登录，要交登录费，下边考。啊，阮专业人士甲学者去参加受训，受训会去四个啊，礼拜六、礼拜天四次参加考试，我按70分及格，及格以后把我们的资料送给现在的啊。那个司法行政部备案，所以我们才可以去做仲裁人。这简单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来讲到这，因为我要跟大家讲，那少年的朋友，你有法度摕到证照，什么证照拢好，爱去摕证照。以后可能我会慢慢来跟欧洲。
可能同款。欧洲话拢证照呢，日本啊慢慢拢加证照，我们要跟他们学习呢。哦，这就是吼一个大家人的观念啦吼。啊，因为咱这班都还遐拄好，啊，所以我要讲一个讲咱这个。咱这个徽章有没有效用？有效用。我去政府单位，从来拢请这个服装去啦。因为我去政府单位是他们在行政院工业工程委员会里面的资料库。我是一个专家学者，因上网去抓。他要他们的认定的专家学者去帮他们审查他们的事。很多美和案，台北市的一些啊，还有这三创啊，很多案啊，都也是找一些专家学者去审查，就是有人把。那个认为这个是可能会有疑问的啊，叫专家来垫背啦。讲一个较歹听的，就是讲，因在公务人员听讲，哎，有图利他人无？所以叫恁专家来看啊，恁的意见啊，叫恁专家的意见来做。这就是，但是台北。是啊，发生这些这问题，拢是出在啥？拢是这些专家学者外聘这些委员都被收买了，叫这个情形嘛。我是讲这个状况，因为这个我3月26号去的时啊，四个找四个。哦啊、他们当时候出四个外聘的、啊、那个时候有三个是里面的政府的官员来参加，有一个没有来，变成三个、哦，类似这样的话，因为我会为什么会提到这个问题，就是三个外聘委员里面啊，我们开完了会了，出去有一位委员啊，认生科委员呐、啊，我们都被委员嘛吼，他是国立成功大学建筑系啊建筑所博士。他是啊，政科啊，那个政修啊，科大，他是营建系副教授，还有他是建筑师，他也有证照啊，建筑师也是专家啊，又是学者，邀请去，啊，我也是专家学者被邀请去啊，开完了以后。他来告诉我说：“啊，我们是同心呐、啊，这样大家听懂吗？讲，伊甲我是同心啦、啊，伊是中央的内阁人员呐、啊，伊若无加进吼，我唔知，啊，因为我有穿服装去嘛。”伊无嘛，伊若穿红装去吼，啊，我一日看就知影嘛吼。伊无啦，伊无穿红装去啦。啊，可能伊可能较避暑的款，因为我逐礼拜拢爱来，所以逐礼拜几乎伫那出去，什么单位啊，拢穿咱的服装，较惯势。啊，伊可能较无逐礼拜拢爱来咱中央的嘛。啊，所以伊甲我讲。啊，怎摕一个名片给我啦？啊，我唔才会知影讲，这个徽章啊，足好用。
你若出去，那个咱要来遮上课，有当时啊，拢咧，我拢坐啊高铁为台南过来嘛，啊出来一定坐计程车来啊，出来拢有当时啊，搁小巡咧，看后壁有甲咱穿同款的无？啊，若有同款的，我拢嘛小甲话者讲啊，来咱斗阵坐。所以，这个服装足重要，啊，甲这个徽章足重要。啊，你若穿黑西装，啊，大家若拢穿黑西装较济，所以乃知讲咱是同心，唔知啊嘛。所以讲，希望这个国外来送的资料，回去我去甲挂咧，一定会阁去找到足济同心的啦。因为来这有的不讲啊，因为今日我去看到这张，我才会提出来嘛。哦，啊无，当然这个就是说，恁礼拜六分时讨论，哦，较早，差不多两年外前的时，拢我话咧参与啦，啊，我就较清楚嘛。啊，即马拢互少年的海去，因为我话七十几岁啊，哦。慢慢也是要退出啊，走出幕后来啊，所以讲大家少年的，我爱较认真的就对了哦。啊，今天就足感谢大家来参加，因为我那要安尼甲安尼讲，那个迄、那个革命实践研究院爱收钱啊？免？唔免啊？我去受训过啊，哦，迄带四五天啊，伫遐住伫遐食，也免收钱啊。啊，我去参加李登辉国师班，爱收钱也免，啊免啊。伊可能讲，你来提出你的做啊，写你的迄个经历啊，算计。啊，你对未来的看法写下来，上去，搁审查呢，考试呢，啊，咱接到考试，啊，咱也乖乖去，伫高雄，因为在台北开一班，在高雄开一班，啊，我迄阵啊，我伫艺术大学咧做教授，所以讲我参加。高雄的考试地带，高雄国民饭店一间房间，好啊！大家看后，我一个看，我看的卡板，我看讲，这个我是学者还是什么专业人士？个个大家拢看的拢袂歹。啊，阮迄班录取偌济呢？43个啦。要来读我无简单啦，但是因无收钱啦，啊，拢用礼拜六、礼拜天啊去有他食便当，安尼啦。哦，啊，这讲互你听，因为我足感心大家，拢出钱来上课。我本身为第一届开始。我若出钱来上课呢，那我迄阵在想讲，哎、欸，那遐奇怪啊！我若人家一叫去演讲，拢会车费加迄个做啥装电费，拢好难呢。哎、欸，啊来遮做讲师，啊，佮参加第一期的授训，哎、欸，秘书长伊都家己掏钱出来缴费啊！讲啊，咱大家都爱交啦，啊，都大家拢无钱嘛，要拼这条路，大家哪交？所以，因为大家认为讲这条路是正确的，愿意出来弄个奉献，啊，就感谢大家来参加啦，哦，啊，予咱
的未来执政之路搁较顺利。啊，拢是爱希望大家，你若转去，去甲你的亲戚朋友五十个，啊，叫伊来，应该恁差不多要上尾班的火车啦。希望恁换你遐好朋友，我能够搭上这班的末班车，吼、哦，尾班车，吼、哦，安尼好唔好啊？好啦，啊，我即马吼，啊，就是拢有准备一寡咱学习吼，咱的一寡讲师讲的，啊，佫甲稍微整理较重点的，啊，要予大家看一个 PowerPoint， 啊是影片，予大家佫较清楚安尼啦。啊，我要甲先啊，啊，咱感谢大家，因为有恁来参加咱的成功啊。啊，希望国较大啦！啊，要甲大家讲，因为拢有各州嘛，无同款嘛吼。我现在我都因为准备啊，我拢是准备啊，题目啊，但是有当时啊，拢讲袂到啦。啊，讲袂到的话吼，我即马特别为头为尾啊，先甲大家介绍讲，迄、那个咱。各州回去要安怎出去去到一个所在啦，这爱予大家知啦。那台北州啊，咱来看这个台北州这个啊所在。你若台北州，你电话卡记起来，自己卡抄哩。回去了后，去遐有闲，就去遐坐一下，去遐。报道这里，哦，啊，讲看有什么代志，要斗三工。那安尼啊，台北州长认识了后，伊就甲你安排啊。所以讲，大家拢爱登各州啦。啊，我即马甲各州，你都爱属于都是州的，啊，甲你若要翕相，我甲翕翕袂。哦，啊，老嘞，啊，那无要翕相，啊，你就甲抄嘞，安尼你要去找就较方便啊。电话会使甲卡去。哦，啊，这是台北州，哦，啊，大家哦所在，啊，这那足方便嘞。当然，咱这张是较旧啦，哦，应该是第二座板桥啊啦，啊，不要紧。你开车那要有，即摆台北州刷去遐骨较大啦，啊，这是较早较细，吼、哦，啊那因为这较近啦，伊这是较台北，啊，事实上第二座板桥吼，啊，咱过来看，那新德州，大家唔知道有新德州的无？哦，啊，大家知影有也唔知，知吼，啊，知哇，安尼就清楚啊嘛吼，啊，恁我看者，啊，过来，台中州，知影这个所在无？公园边啊，啊，伫车头啦，足近的嘛吼。哦，啊，大家会记哩吼，因为有当时啊，我讲课就讲到尾车拢无看到，啊，所以讲。啊，事先即马为头啊，为尾啊来吼。啊，这是台南州啦。哦，啊，台南州啊，自己个抄嘞。吼、哦，伫中华西路一段271号。吼、哦，电话是0626334395。263。哦，三四九五，哦，啊，这大家我
你若回去遐，啊，你会使啊去去迄个所在，高阳州，吼、哦，三明区自立，吼、哦，自立一路387号，吼、哦，那高阳的，我足远的啦，吼、哦，啊，我感心，大家我足认真来的，啊，伊的电话是0732318900，哦，0732318900，哦，啊，这都予大家知影呢，吼、哦。啊，过来，宜兰州，有宜兰的啊无？吼、哦，啊，拢因为宜兰州可能会阁刷去花莲啦，吼、哦，当然。现在要在中山路二段290号啦，啊，这个电话，哦，我会使，这可能我会做一个镇的办公室啦，一个群啦，哦，咱有50个群啦，每州拢有办公室，哦，啊，这地图要互爱大家了解一下，啊，玉里也有，哦。啊，当然，迄阵啊，诶，收集的资料吼，拢有，不过真济啦，真济无打出来。好，咱先各家，咱即晚要过啊，过社会头啊，转来啊，社会头啊，转来吼，来看咱准备 PowerPoint 要甲大家讲。复习啦，吼，复习啦。咱的主张是啥物？大家念出来就好无？咱的主张是啥物？以国际化，让台湾国际地位更强化，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美国总统有责任使万国光华，实现台湾的地位正常化。啊，这点可能大家看较无嘛吼、哦，我稍微补充一下，因为这个咱讲的就是流亡政府嘛，中国吼、哦，那个殖民的政权就是流亡政府啦，就是现在的ROC 啦，因为伊拢甲咱本土台湾人骗。恁大家都爱来选举哦，啊，创一个这个选举的制度，和这个参加选举的人足热衷的，是安怎？恁来甲我若要来参加选举，你甲我当一票，我听30块啊，吼、哦。30块摕落底啊底呢，唔是去予选票的人去摕30块呢，是咧红选的人，予我80万票，80万乘30块，有2400万，摕地底落底啊底烧烧呢。大家有的有这个叫做啊群众基础的人，伊呐要出来红算啊，是不是安尼？所以伊说一个啊，咱我自来到台湾民政府，我拢无去算。秘书长有交代讲，
伊迄是咱来甲当一票，要延长流亡政府的寿命啦，的寿命啦，甲延长流亡政府的寿命。因人民讲，哎，台湾人民足爱选举的嘛，哎，投票率70%几嘛，60%几嘛，伊的合法性啦，掩护伊的合法性。实际上，咱那拢卖去甲投票，投票率呐降落来甲20-30%的时啦，咱一定甲美国讲，这爱赶紧走，咱人民袂接受啦，因为这个投票案例啊。在波多黎海三小国的时阵有发生过，迄那是叫做案例啦。世界上以前苏联占的所在，都举办因的选举，在人民讲啊，咱都卖去选，真正20-30%的人。去投票，其他都无去，无超过一半以上。世界无承认啦。到尾来，因家己做这个政府了后，家己去选，90%几的人拢去选，世界拢承认，因为有这个案例，有这个案例，所以。咱家的人都听袂落啦，安怎讲？啊，你无去选，拢互国民党丢去，安咩咩哪会使哩？民进党遐个人讲，叫大家都爱出来选，啊，这就是因的既得利益嘛，啊，这就是叫做流氓政府创一挂。甘仔糖来选起的有甘仔糖好吃，大家拢来变出来选，好难选。啊，有甘仔糖好吃啊，甘仔糖好吃。啊，所以唔吃。美国上头甲咱讲，讲咪这个现象啊，头100年才要甲咱讲啦，即马都啊70年。暗度好，你家在秘书长去告，啊，高等法院判决，哦，啊，迄中文所翻的吼，拢无足正确的，所以咱遮啊，拢无要无紧啦，啊，人民讲啊，这美国的代志，甲咱遮。内底拢无关系，啊，这都是啥？流氓政府来拢甲你教育讲，10月25啊，光复节有无？啊，即卖要光复节无？迄时啊，足硬气啊！迄个时间，人挂4国的国旗啊，迄个就是。迄、那个叫做结交啊，派马加帅第一号命令，叫蒋介石派兵来接收，叫国际化、战争化。你接收了后，半年一定要做立案嘛，台湾民政府。伊无照要去甲你创啊，但是伊象征性的创一个台湾省政府啊。甲即马台湾省政府那要伫咧，大家知啊唔知？知也手者好无？我啊那是那看起来那10%啊，差不多30%外的人知啊尔。即马要台湾省政府呢？
台湾县政府的主席啊，即嘛是新德市长，新德市长两任落台了后，即嘛去甲初阳去做台湾县政府的主席。啊，这就是恁大家拢上有炸迄三 D 的手机嘛？去上网去吹，现在台湾省政府是谁？我那安尼讲，林正泽都要跟我同事过啦，安那同事。一个大学，迄阵也是学院啦，要改大学的时，邀请我去甲做董事啦。啊，我去甲做董事，拄啊林正泽也伫遐咧做董事啦。哦，啊，迄阵来甲请董事啊，我讲座教授，我请啊董事迄时董事会的主务。教完这方面，甲请讲座教授。啊，我负责啥？去甲改大学嘛。改大学了后，我就头七十通会，我就离开啊，啊，就来伫遮。伫遮咧斗三工啦，啊，就是拢是缘分啦。因为大家甲台湾民政府弄员，才有机会来坐伫遮上课，啊，两个坐伫边啊，迄拢有缘分。若无缘分吼，从意大利都会来啊，是毋是安尼？对。哦，啊，迄、那个做啥？纽西兰、美国拢会来啊，啊，实在是足济足济啦。哦，啊，若今仔讲，我都有这个承诺，我有以前南非也来呢，哦，巴西都有一个巴西的，我有来啊，啊，这因为咱的节目拢是世界各地吼，拢在看啦，世界各地拢有在看，所以我有讲出来，我会去做较到，啊，但是我若唔知啊吼。就歹势，吼、哦、啊都唔知啊，啊那那即马都爱叫办公厅讲，这吼、哦、较接下咧吼，起、哦、到遮，我较会啊那有诶，我伫遮咧宣布吼，啊有诶那无领过吼，哎、哦、呀、啊、较少年讲遐远来吼、哦，啊过来上课，啊再过来甲我讨嘛，我那是愿意啦，吼、哦，安尼啊。这就是要甲首先讲，咱一定爱了解受训了啊，咱的主张是啥？佮上重要的爱了解啥？你知道？咱的宗旨啦，因为咱的主张开信的时候，那开训的时候，拢有伫遮念过嘛，是毋是？啊，但是可能也未去讲到宗旨啦。咱的宗旨是啥物？咱的宗旨是为百姓设想，为百姓设想。这要甲大家讲，咱比科比早咧。两三年，咱迄阵啊，宗旨就是为人民设想。啊，即摆科比咧创啥？伊咧做啥？台北市长，伊个执政的出发点拢是啥？
伊观念啦，同款。咱从伊今年诶，伊买发迄个做后人诶红条啦，伊去发这款诶啦。伊这啥？改变成真，很难得，他会选上。啊，这伊发三张啦吼，当然一张是迄个讲，迄、那个怎啊？咱已经啊过年啊啦，迄张我无加，因为这就是我一个学生，我伫台北，伊讲啊，伊有考 PA 要做啥？那讲春联啦。讲啊，老师啊，这个好哩，我看看伊啊，哎，足好啊，甲咱的宗旨拢同款。你看，伊写什么？来，伊写什么？讲，哦 ，One City 甲 One。好嘛，你就是讲，这个伊做市长啊，伊做台北市的市长啊，啊，那内地人那家一个家庭呢，安尼有甲咱的宗旨同款啊无？所以。咱比科比较早，假设那无科比出来整理台北市街哈，实在真正台湾是里里落落，是吗？公务人员是咧替老百姓做代志的，你的出发点要去想，要安怎互人民过得较好，互咱政府会做的代志，哪甲一点家庭共款，哦，甲家庭共款，爱护你的子孙，唔是啊？流氓政府，那敢啥？那敢苗栗啊？政府啦，苗栗政府最近这两天啊，报出来讲，都迄个啥？负债规讲六百几亿啦。哎、欸，去啊！甲做工程的，去啊！家己阿爸啊，拢无敢付钱吼，啊抗议啦，啊怎啊倒啦？啊，伊就无法度，甲政府做出来无钱，他提下就倒啊倒啊啊倒啊。所以讲，迄就是啥？国民党政府就准备走路的嘛。以前讲薪水都发不出来，那要因家己要发薪水都发不出来。啊，这你就知影。啊，像台北市政府是毋是我安尼？哪要较厉害？你看，每户拢几百个，几百个。国讲者较歹听吼，高速公路拢起好啊，讲叫财团来设一个扫描器。叫财团来算钱啦！你看，大家想看嘛，安尼敢对？哎、欸，迄种公务啊，收票员啊，爱互伊去安排工作呢？财团有甲安排无？实在看到迄报道吼，足艰苦的。售票员
伊为着讲行车的速度加紧十外分啊，甲遮个售票员拢甲辞职，去当个食家己，啊有诶安无安插，啊设一个扫描器，啊甲政府咧分钱，安尼干掉。百分之百绝对唔对。你若讲咱高速公路要阁开一条，迄条你开的，你来收钱，这合理的。唔是呢，叫财团来。迄阵啊，我有甲遵循啦。因为阮是工业工程委员会的专家学者吼，有啥物案件会甲你争取讲你要来无？当然，我迄阵啊填资料时拢是填啊，迄、那个叫做啊林嘉兰以下，我要来较方便嘛，去审查较方便。但是台北的单位。那有叫我去审查，我有当时也接受了，但是问题就交通部吼、哦，迄个一个审查案，我也有去甲参加了。啊，但是这个啊 ，ETC 啊，发生代志了后啊，我迄阵啊都在做董事嘛，啊，我是要出去，我来甲提公文。请教阮董事长讲，即个 EDC 叫我去审查，你认为好啊？唔好？啊，伊讲啊，即个发生代志，卖啦，卖去啦。我讲好啊，卖去啊，我都无去接受啊。吼、哦，类似安尼啦，吼、哦，即就是甲大家讲的。有当时啊，咱去审查，阿伯，我下有代志呢。审查会议拢是录音存证。哦，这就是安尼啊，所以我甲大家讲这个观念，予大家知影啦吼。咱过来看这里，这里是啥？罕见，吼、哦。这是讲从来无看到啦，以前都唔爱安尼讲啊。哦，美国助理国务卿以这个关系，亚太的啦，哦，亚洲的啊，吼、哦，讲要予咱台湾安怎自治啦？啊，这个自治是啥物？这是啥物？啊，我同老米啦，伊讲这个自治啦是上面啦。有人的啦，啊，我就要讲，啊，那上面有人，咱读初级班、高级班啊，咱应该清楚啊。咱现在是什么情况？日俗、礼讲。因为咱这个土地啊，是日本天皇的啊。咱你要自治啊，就是面顶有日本天皇啦。加拿大、加拿大、澳洲、纽西兰，因拢是英国的啊，女王是他们的。啊，主要是他们女王是在，因为都是他们的联邦嘛，邦联嘛，都是安尼嘛。因为有人甲我问啦，我台大的一个经济学的教授都有机会碰到，伊讲啊，恁台湾政府以后要行到啥去？伊甲讲啊，恁是不是51州的？啊，你唔是要独立？
讲歹势吼，五十一周，迄、那个咱迄个叫做美国国会，因都有一个决议案，我还佫增加一周呢，伊讲五十周年呢，波多黎各。诶，事件你敢唔知啊？应该上课有诶，老师有讲过嘛，讲师有讲过嘛，哦，所以咱也有可能去做五十一周。啊，是毋是要独立？咱想看卖咧，李登辉总统讲要会神啦、啊，讲台湾神要把它会掉。就变成台湾国。你哥阿公安话，未杀你啦。唔只头拄阿公，台湾省政府即卖要有台湾省政府主席呢，要有台湾省咨议会呢，十几个人拢玩咧领咱的钱呢，拢底下咧啥养老啦。这。大家唔知知无？唔知嘛吼？啊，这特别讲讲未杀你嘛？过来，啊边阿公，啊无，咱来请甲联合国申请入来联合国，用台湾共和国，甲资料款款的送去，潘希文。联合国的秘书长，把你退件连开都无开。咱过来了解一下，一个国家的组成有四个条件，大家唔知知无？爱有啥物？土地嘛吼，领土啦。爱有啥物？人民嘛。爱有啥物？啊，就是外交权啦，吼，啊，还有政府啦。啊、台湾有啊无？咱四个看台湾有啊无？拢无啦！啊！人民，迄是中国人，但什么？迄不是啦！中国的王人民，迄个中国可能无地带啦。所以讲，咱哦。唔只讲美国讲啊，爱去签这张身份证，叫咱爱去签这张身份证，才会使区分你是本土台湾人，还是中国人，这看出来。我这张身份证吼，达赖喇嘛摸过呢。崩溃！啊，都因为咱迄阵啊派团啊去印度啦，参加西藏政府流亡政府的活动，啊，这都我真好运啦吼！好，打来喇嘛话召见嘛，啊，大家去，好啊，甲讲摕一张好看，看看看。好啊，这就是好大家，做参考啦吼，好大家知，因为这就是啥，大家若有这张，咱要来申请联合国度，人民都有啊嘛，哦，过来。咱就是台湾民政府也有嘛，哦，啊，即马就是讲，互大家互相承认。咱迄阵来要去，就是要互流亡政府来甲咱承认啦。好、哦，啊，咱也要去承认流亡政府，大家，这就是类似外交权的作为步骤啦，或、哦、类似安尼啦吼、哦。啊，这是互大家。清楚，咱个回到邓海家，
大家搁想看卖咧，这个时间点是啥物时阵？四月七五呢？伫美国呢？那伫美国发表四月七五，咱家头四月当时。无啦，美国拢万安，哈，万安一工呢？吼，伫美国的。诶，当心应该会清楚嘛吼，咱万安一讲嘛吼，啊来看这啊，这个四月五号，咱迄阵就是啥呢？四月六号嘛吼，啊，咱会去了解讲三月三十号是啥物时阵发生啥物代志？三月三十发生什么代志？太阳花事件，全球五十万人站出来，安尼大家清楚无？发现了后，美国也惊到啊！这少年的到时讲要来宣布独立啦，大家来。公投就是独立的啦，啊，那独立就跟美国战争啊嘞，安尼大家有这个观念无？啊，边啊讲要参加，联合国，伊干么讲来公投，带伫遮的人来决定咱遮的做啥的权利，啊，咱来成立一个国家来公投。美国安怎讲？甲阿扁阿公安讲，你是麻烦制造者，有啊无？麻烦制造者嘛，啊你都唔知啊，实际上的历史，啊你干阿要违背着这个叫做啊国际化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规定，你要硬冲，啊唔是麻烦制造者是啥物？啊！因迄阵人我惊到，惊这少年的吼，去做这代志啊，赶紧发表。安尼大家有清楚无？这也足清楚。这张啊，就是要甲大家讲啥？咱的高级公务人员、高级公务人员啊。吃饱咧啥？咱交税金，互因领薪水。吃饱，行政院遮个高级啊公务人员伫啊咧点啥物？讲行政院啦，一点啊通啦，爱一工最少爱点五十摆啦。啊，若无点五十摆的人，就要甲你拍车啊啦。哦，啊，这大家拢有点，你知影吼？这个无点小姐，这个小姐，这张位带来呢？那遐拄好，辅仁大学的客座教授，拄啊太阳花拼入去行政院的时，伊我盈盈怎啊锁入去啦？啊，锁入去。我得甲开看卖，哦，我足厉害，中文阁看有啦。看到了哦，翕一个，咱即马拢有手机嘛吼，啊，翕一个，就是翕一张啦。这是夹子嘛吼，夹板上的嘛。啊，伊为了这个要做啥？迄个要做，迄个隐私权吼，这个名都甲擦擦起来。哦这个给大家看啊，你看高级公务人员呢，高级公务人员、行政院的官员呢，上班的啥？点工赞赞赞。
拢咧造假啦。啊啊，咱这少年恁来想看卖，像这款呢，咱交税金就交了。足艰苦，公务人员拢咧做因个家己个好康个代志，阿咧来骗老百姓。哦，这甲海外有关系啦，因为马英陈水扁做总统的时候，因为他无公平正义做无够，陈水扁咧做总统的时候，公平正义做无够，所以马英九接到了后，又搁恢复这个。啊，白色恐怖，海外啊，迄阵啊，因华武出来3月30日出来游行，这个流氓政府惊到啊，啊惊到怎啊，赶紧啊！赶紧创啥？赶紧啊！去调查讲，迄个海外遮个团体啊，是倒一个单位号召的，是啥物人来召集的？做登记啦！我甲大家讲，我伫海外待十几年啦，啊，我足清楚。我是南非及自由省中华工会的创办人。以前南非4个省，我们及自由省是1个省，从来都无华人，无阿无丹人，阮第一批入去遐。啊，怎啊？发现就讲，以前领事馆啊，伫约翰尼斯堡，去阮遐差爱要到5点钟塞车的时间。伊讲，因走一撮足远的，赶啊，搁去唔知要找倒一个人。阮遐有100几间工厂，迄个时阵。从啊，咱一个迄个叫做总领事啊，去遐成立，伊讲安尼召集恁100几个厂商的头家来开会，咱来推荐啊出来做组织这个工会。啊，我可能迄阵啊，较好运的款啊，是啊。大家举手一个，表决一个，我是做召集人啦。啊，召集人就安怎？筹备及自由省中华工会嘛。啊，含太太下班，两个塞一个车头。各挨家去访问，叫他们参加，啊，来填表。哦，类似安尼，所以讲，伫这个，迄个海外的团体，哦，因为迄个时阵我袂歹吼，两年吼，迄个侨务委员会拢会送我一张票转来，啊，去阿辉阿叔他家，哦，类似安尼啦吼，啊，以这等下。你调查的是什么？倒一个侨团较热烈访问，哦，啊，那这个好了，这个点油做记号，阿伯啊，
要做侨团领袖就给拍车啊。哦，类似安尼啦，啊，即确实咧有即款的情形啊。啊，底下我有人咧领美金300块的、800块的呢。迄头是啥？人咧讲是叫培养。侨团内底，伊那是有互人讲啊，我选你来恁遐的情形，恁来写报告，啊来提出，啊领800块、300块。的美金，哦，这我拢我也清楚啦，哦，类似安尼吼，啊，所以伊个咧搞这个叫做啥白色恐怖嘛，啊，来，咱过来看，当然，这是今年的4月23日吼的报道啦。讲海军陆战队啊，要裁撤了，哦，这样给大家看者，咱过来看。啊，当然这是美国哈，哦，警告了，哦，啊，这我给大家知影者就好。这足重要的，这个报道哈，那会再甲翕转去。吸定的，予咱一寡同心了解。我安那讲，这个足重要，因为这个什么人？哦，金普聪，伊以前我做台北市的副。市长呢，马英九的时，啊，伊做总统了后，怎啊甲派去做美国代表啦？伫美国两年了，回来，美国两年哦，回来讲，甲马英九讲啥？大船离港论。这不是我在说，啊，这就是实际上的。以前我做孩子时，说，啊，大船入港哦，有还没有？大船入港是什么呢？好消息呢，美国又载一些牛奶粉来了呢，载一些米粉来了呢，啊，就是这样，啊，这即讲大船离港呢？什么叫做大船离港？啊，就要走啊！啊，这是伊个上好的诶特色呢，讲啊，讲要走啊呢。回来了后，伊阁去做啥？国安会的秘书长。哎，欸，啊，若做无偌久呢？迄阵啊，6月转来尔，啊，做无偌久，最近是毋是我先落跑啊？啊，这就是爱予大家了解一下讲。啊，当然，这个咩原因的这吼，这我是啊，我甲大家讲啊，中国啊。伊就要造成一些迄个，伫这里联合国啊，要造成一个事实啦。所以拢安怎？所以伊用附件携带啊，讲因有权利要来收这个台湾甲澎湖啦，啊是实际上这是无关系的代志啊，爱要安尼讲啊。啊，问题是伫遮。伊要去买只小朋友啦，买只小国啦，啊，美国大国啊一票，日本啊一票，伊那去迄非洲啦、中南美洲啦、吼，哦，啊大洋洲啦，只小朋友，讲啊我，因为事先唱
唱这个附件啊，让大家知影讲哦，这个老亲讲哦，原在台湾都是恁的哦。啊，即马再来，伫联合国的大会内底创出一个议题，让大家讲啊来投票哦。啊，那赞成的，我甲恁建设一条高速公路。啊，伫非洲，那赞成的，我甲你起一个机场，啊是。高速铁路，啊，小朋友会安尼做未？遐个小国，伊若愿意啊，伊足愿意啊，讲啊，台湾甲朋友甲我无伫待啊，遐远啊，啊，所以讲迄阵啊，就咧，这就是一个煽动的前调啦，吼、哦，类似安尼，按着好哩，刚才咱我有发现着，吼、哦。类似安尼啦，啊，当然，这咱就外国讲啦。好啦，咱即摆来讲到这啦。啊，安倍晋三首先伊是回国的首相，回国大家知影嘛吼？做第二摆啦，原早做首相啊退落来，啊无做。美国迄阵来甲咱问，讲日本政界恁甲倒一个关系较好？秘书长甲讲安倍晋三啊，好，美国我甲规划安倍晋三，佫出来选举啊，第二次啊，回国佫当首相。当首相了后啊，伊了解咱台湾的状况啊的情形，所以伊一定爱把这个集体啊自卫权废除，才有可能来到保护台湾。因为美国的安保条约甲日本啊拢有签，拢台湾澎湖拢伫内底，啊，所以这个状况啊，伊迄阵啊讲安尼啦，这个自卫权啊要来甲啊解散啊解禁啊，可以向海外动武，但是伊的众议员。伊个众议员啊，70%无过。伊讲我用行政命令来，行政命令先互过。啊，遐个众议员讲你是违背宪法，伊嘛挡袂牢。好啦，甲拖甲要甲年底啊，再过遐个，甲你解散，迄、那个是。众议院众议员个定选啦、啊，定选有对无？起码90%差不多85%众议员拢支持啦，所以伊甲这个要怎啊？要恢复这个日本的宪法，或是他们的修宪，安尼是。没有问题，哦，啊，没有问题了后，天啊，是就美国到三江啊，咱唔知会记哩无？咱一届代票起价25块，我你唔知会记哩无？会记下手提好无？好，大家拢唔知，代票25块换1块美金呢？迄阵呢？啊，迄拢是啥物咧操作？美国逼你直直升值啦，伊就无爱互你物件较侪销去啊，美国啊，啊才逼你直升值。哎、欸，啊安倍啊，你若要升值，你若要升值，日本经济好袂起啊，所以安倍啊。
滴滴奔驰，你够干涉啊无？无啦，互你滴滴变啦，互恁这个日本经济好起来，日本经济好起来，啊，伊唔只有法度来带领这个日本来有钱啊，来斗三工，甲美国斗三工来管理这个东南亚这个代志。咱会得看到，咱三月十二去美国，回来了后，伊当时要去见奥巴马，四月二九要去呢，啊，所以伊要去啊，创啥？因为奥巴马来见日本天皇啊啦，奥巴马佫叫因某来见日本天皇啊啦，有啊无啊？有嘛？爱了解这个脉动、脉络，哦，爱了解这個，所以代志讲甲差不多啊。伊去要去伫国会参议院、众议院做一个演说。迄个时阵吼，差不多会看会出来啦。咱过来，吼，即卖讲吼，就看会出来啦。咱即卖来个讲到遮，这是啥物？国防部签什么？啊，那住伫台湾的人拢足清楚嘛。国防部以前拢伫台。国防部拢伫总统府吼，安尼是毋是总统府要清出来啊？去攞自家想啊！哦，啊，当然，咱有同情是现在现役军人，啊，现役军人应该话足清楚啊。啊，国防部就搬去台北去啊。啊，伊这是啥？这是2014年十月初九呢，十月初九呢，啊，所以足清楚嘛，要撤退啊嘛，那不是要撤退，就是讲阿爸总统府要交予就是。要交予日本啊，即咱台湾民政府来处理啊嘛。哦，即吼、哦，咱搁看落吼，即拢伫哩，迄个显现出来啦吼，拢显示出来吼。哦，即个足重要哩。咱头拄啊讲过即个人，即、這个就是罗斯。哦，也。伊这个是讲，吼、哦，美国国务院东亚助理国务卿罗斯今天在外籍记者中心简报，美国的亚洲政策，说2015年对台湾是啊一个重要的政治年。奥巴马，伊来赶紧啊！伊话要退的嘛呢？这个政治家拢要伫这个重要的历史留一笔啦，是不是啊呢？啊，恁大家有要来创造历史啊无？那有吼？十二月二十吼，我去四拜啊，去甲天皇祝寿，去拜靖国神社，咱拢也一支入去。咱也未去以前，日本前一些干那一支尔啦。咱入去了后，我去四拜啊，拢也安尼入去。
去见到天皇，讲天皇迄家万载，拢安尼啦。啊，咱第一届去吼，我心想呢，上头伊迄边去面两关啊，第一关甲人讲，啥物拢袂使食，这几啊拢也袂使食。啊，咱讲啊，恁去问看卖，入内底看会使了无？到尾啊，到第二关以前啊，才来通报转来讲，哇，这个也使炸入去，好、哦，大家心情足好嘞。日本天皇一定知影嘛，唔只讲好啊，这个几号礼拜，啊，这敢会假哩？这绝对袂假哩啊！好、哦，这个啊，今年啊是台湾的重要政治人，啊，咱哪要到顶来？谁中传的？爱一定爱乌的呢，唔好买到空的呢，买到破的呢，你都爱过去传一次啊。纯黑的，哦，啊，个买一个徽章啦，咱的徽章，哦，外口咱的。住迄个从办公室遐有咧卖啦，哦，啊，佫爱买一顶帽啊啦，我顶帽啊无伫啦，爱买一顶帽啊，啊，帽啊佫一个徽章啊，然后要去的十二月二十甲二四即五天，啊，来日本拜靖国神社，啊，来见天皇。哦，啊，这就是甲大家讲，啊，一个人吼欠38,000块啦，哦，38,000吼，啊，这吼大家知影，啊，这就是这种好，大家知影这吼。伊回来了后，才讲啊，我迄个叫做啥，身体有问题啦。哦啊啊，要紧叫做啥，啊，退这个叫做啥，国安会的叫做秘书长啦。啊，紧退嘞。啊，人伊这个林玉芳讲，这不是健康因素啊，不幸是健康因素。是要出去安排安怎？救生艇呐、啊！啊，我这拢唔是我咧讲呢，我咧讲拢有根据啦。好、哦，啊，大家我爱上网去找啊，因为我伫研究所咧上课时，我拢希望我的研究生带笔电来上课。我讲到遐，啊，恁找到遐。卖讲啊，这个教授讲甲嘴甲全破了了。来，好、哦、啊，这就是你讲这个代志嘛，吼、哦。哦，这也较趣味。我甲你讲吼、哦，这安怎趣味呢？以前是啥？江宜桦以前是啥？行政院长，对不？到尾啊，退落来了后，讲要转去台大去呢。台大遐学生囡仔讲安怎？讲你已经过啊，你爱搁停排队啊啦，不爱害你排啦，暗着去吃家己啊嘛吼。哎，阿英老爸啊！化病啦，啊，都要顺续去过因老爸嘛吼。那遐拄好，遐拄好。这是三月初六的报道呢吼。伊三月初六，啊，伊按到三月初五都出去啊呢，唔只有这个三月初六的报道嘛吼。伊安怎？
三月初五出去，三月初四啊，总统府公甲请做资政啊，资政呢？安尼是毋是公务人员啊？对吧？啊，讲赶紧第二天，三月初五就叫伊去美国啊呢？讲是讲去哈佛啦。啊，实在去哈佛遐咧找律师啦，甲律师遐咧研究啦。啊，因为咱三月十二要去做记者会嘛，啊，伫遐咧商量，看要安怎安排，啊，看要安怎用钱看去摆平咧。啊！什么人家送机？伊这是什么人家送机？你知影？啊，这是有做这个有做啊，警政署长啦，王崇啊，迄、那个警政署长王卓清去甲送机啦，安、啊、怎去甲送机？伊若要挂一挂行李，内底扎一挂奇奇怪怪的物件。啊！伊带警察头，甲伊同齐行。遐警察看到伊，就甲惊你啊！伊讲讲，要停落，你咧皮包看卖咧，敢敢？敢唔敢？绝对唔敢嘛！迄真奇怪，送机的人叫警察头，啊，所以有奇怪无？佫期待，我伫纽约，啊，讲是讲哈佛啦。无偌久，伊佫转来呢。咱结束了后，伊就佫转来呢。是安怎转来？因老爸过身去啊，遐重要。老爸都要要死啊！啊，无咧顾因老爸，啊，就走出去啊。啊，佫甲放在咧关咧，啊，这毋是超奇怪的，大家去想就知影，佫有超奇怪的。这当时的十三，啊，因翕相是十几个，十二嘛吼。咱伫遐咧办记者会，是在美国遮的，这个叫做啊，这个啊，众议院的外交召集人，应该也去听咱的记者会，照正常嘛，足重要的嘛。无去啦！啊，流氓政府，我会使你讲，流氓政府怎甲邀请来台湾？我爱还去参加记者会，这些拢是国会议员呢，这些拢是国会议员呢。哦，啊，拢国会议员啊！甲叫伊遮来啦，啊无爱去听人个，啊来听甲啥物人呢？啊甲讲执政党啦，甲民进党啦，因有这个吸引力啊，讲来看科批啦，因足爱看科批个啦。咱大家想看卖，因安尼爱看科比，当然伊安尼个邀请，因大家一定甲讲，恁，好，谢谢。
咱若今仔要先走的吼，你着脚板宽宽的，你着后壁着走啊。迄老迄做老师吼，拢会准时下课的啦，袂讲较慢下课吼。啊，但是莫去干扰到其他咱讲课的情绪。哦，你若要走，宽宽的啊，你着弯着着走啊，啊，莫干扰啦。当然，我要甲有当时啊吼，讲到这吼，我有当时要甲秘书长抗议讲，你迄边摆点半上课，啊无这边啊摆点半，一定摆点半上课，但一点伊就上课啊，啊无这边来摆一点上课，啊同齐下课，啊同齐转去，啊你们较老的，莫去。咱遮要半点钟嘞，啊，都干扰这个要做啥上课情绪，是安怎嘞？啊，面顶要转来零零弄弄嘛，啊，后边遐有诶讲，啊，阮着坐巴士来，阮着坐交通车来，啊，交通车要开啊啦，啊，伊去高雄诶啦，啊，有诶伫要做啥，台南诶啦。啊！你敢免好回去？啊！所以讲，当然也袂开会啦。开会，我提议来讲吼，咱这个时间我改革，秘书长下课的时间赶快。哦，安尼大家都袂去干扰的。哦，啊，当然，这个秘书长好意啦，他说啊，我们这个那么远的，给他早一点回去啊。啊，那较无了解讲，咱这啊就干这巴士来的。哦，类似安尼就对了吼，唔要紧吼，我是讲一个吼，大家理解了吼。后来，因讲足趣味的啦，足爱了解讲科比那会选赢啦，因外国只个众议员啦，啊科比安怎甲讲？讲那流血啊，那流血啦，流老血啊！爱游得比鲨鱼还要快了，这点你听有啊无？老虎啊吼，爱游水爱比鲨鱼游较紧啦，啊就无代志啦。伊有流血无？足济啊！咱咧甲打也避案嘛，哦，讲伊我做啊洗钱啦，伊有。挪用公款呐、啊，吼、哦，迄、那个要做什么？台大，迄个叶克模设一个书账啦、啊，实在拢咧甲抹黑嘛。伊怎甲迄个数字拢甲印印出来？伊个啊，几十年的所得。诶，拢甲印印出来，拢甲公布，这就讲伊游得比什么鲨鱼还要快。恁假讲我系避案嘛，啊，我着受伤啊嘛。迄若无伊安尼做，一定伫家己告，告甲像迄个蔡英文安尼，无影就变真诶啦。蔡英文迄时是改迄个日期呢。挑工是栽赃的呢，啊！伊要为了赢，何必甲你舞啊？即摆要为着赢，甲你讲，安尼伊都啊去甲公布出来。这拍袂倒啊，佮甲你拍一个啥？拍一个讲你伫啊台大，你咧换迄个做啥？迄、那个咱内底的迄个器官吼。迄个有舞弊啦，吼、哦、啊，书写上有问题啦，拢也确定啦，吼、哦、啊，个伫美国一个作家啊，讲到科比哩，这个有违背医学常理啦，啊，这唔得，我毕亚男出来哦，足老的咧，那会
伫国外的人看到安尼，两天，伊讲这本册、这本著作，拢甲翻翻的，啊，寄转来，伫遐公开讲这个无公德的代志，因果用啊律师和这个著作，著作个一个证明来寄来，讲柯皮无这代志。安尼是不是柯皮的做代志，就是伊爱游得比鲨鱼还要快才袂死，啊无就包死啊！这就是啥？咱定咧讲，天佑台湾，真正是天佑台湾，足济人拢咧甲柯皮斗相共，无哪有可能。迄个做，咱讲一个舰队，啊，一个柯皮是素人，啊，有法度打倒这个舰队，真正无简单，真正没有天佑台湾，不可能。哦，啊，这就是要甲大家讲。这就是柯皮讲的解释嘛，吼、哦，吼、哦，我应该，伊讲阿麦讲啊，你来访问伊啊，吼、哦，这个吼、哦，这个召集人呐、啊，伊讲诶，你来访问我吼，啊，你麦讲出来啊，但是柯皮啊，怎啊甲讲出来啊？伊讲伊爱游得比鲨鱼还要快啊，啊无伊就比去予鲨鱼合去啊，这就是。啊，真正无简单啊！吼，我要补充一下吼，迄、那个连战讲柯批你是黄民，郝柏村也讲柯批你是黄民，大家唔知听咱这句的意思无？啊？好、哦，安尼对吼，安尼，伊后壁迄两句无讲落去啦。重要点就是讲，伊讲一半，尾啊遐无讲落去。那个讲，把因的流亡政府带到台湾的这些后代的人民工，柯批是黄民。啊，不然一句无讲，唔敢讲啦。伊要讲啥呢？黄民就不可能来跟我们实现流亡政府的首都啦。这句讲无对啦。啊，恁大家听有无？啊，无伊要讲黄民要创啥物？要甲遐个。第二代从中国回来的第二代这些人讲，柯批是黄民，你们黄民不可以来跟我们选流亡政府的首都台北啦。啊，无因咧画黄民是咧画什么？哎、欸，足清楚啊！所以大家吼。大家爱去想较清楚咧，啊，唔着好你家在遐流亡政府的第二代拢转互柯皮，唔只遐济，从来没有83万多票，哦，85万多票选上的，这拢是事实嘛？哦啊，这就是讲真正是。天佑台湾！哦，咱这样过来看，因要走路啊，啊，这可能大家老师拢有上过啊嘛，吼，这拢知影嘛，吼，啊，好，大家看这个就好了。啊，那回去会使翕一张，
和你的朋友亲戚讲，要走了安尼，全国法规资料库啊，因家的拢咧，迄、那个做啥？删除安尼，咧废除安尼，有无？这个啥？废除呢？这拢咧废止安尼，啊叫因啊上网去看这个全国法规资料库啦。啊，就是要走路啊，准备啊！安尼大家唔知有清楚无？好、哦，这足济个呢，但是叫人去查啦。好、哦，咱这吼、哦，来翕了，我就讲第二张要阁予大家去翕一下。好、哦，翕了嘛吼，我、哦、来，阁来一张，阁啊四五张啦，拢废除安尼。真正，安尼大家来上课，记得啦无？足清楚嘛吼，吼、哦、足清楚，拢会了解嘛，吼、哦，足济个啦，什么单位、什么单位，反正啊，中华民国拢会出来啦。啊，迄、那个做啥？秘书长再有甲咱讲吼，美国可能会有做啥？你知道？美国的法院啊，确定啊，咧讲下摆宣布讲，咱迄个中华民国的身份证，我会废止啊！啊，这都拢废止啊咧！哦，啊，当然，迄、那个咱因为美国的通信吼，你我徛来较头前的，即你爱去翕第一张啦，我来退到等下这张，互你翕。这才甲人讲吼，才有这个有做啥证据啦，讲。讲这就是全国资料库，啊，这也是总统令，啊，这是废除啊，国防部总政战啊作战局的组织条例，啊，这哦所有的条例啊，所有的条例都在废除了，哦，啊，咱这第一张嘛，哦，啊，第一张，哦，啊，咱即马阁刷落吼，足侪张嘞啦，哦，啊，足。啊，第一张翕一个，哦，啊，即马佫刷来，佫出第二张吼，即第二张啦，啊，即马佫来翕了，咱佫第三张、第四张、第五张，哦，即拢，即第三张啦，哦，啊来翕翕的，啊，互因家己去查，互因家己去看。应该翕第一张就是。嘿啦。嘿啦，啊就是爱先去上迄个做迄个网站嘛，嘿啦，啊就。网站啊，拢有啦吼，吼、哦，足济个啦，足济个啊，都，吼、哦，吼、哦，系啦，即，吼、哦，过来，来第四，啊，当然你若带随身碟吼、哦，请咱个做啊，咱个工作同仁吼、哦，诶，同心吼、哦，甲你确定啊。会使当个做参考啦，哦，嗯，哦，啊，这，我、哦、来，咱过来，哦，好、哦，安尼这是不是拢个走路？高层的拢知呢？啊，较低层的啊，拢无爱甲讲啊。哦，啊无过来，哦啊过来。即卖因要登个台，你知无？平潭啦，啊！你看平潭伫遮啦，啊遮足近个啊！迄个三点外钟，台北港、淡水港到台北港，啊，台中港拢有定期航班啦。哦，啊，即咱看迄个报道啦，看电影啦，互大家看一个电影吼，咱来看
平潭的号召的报道，好来，咱甲放一个。两岸海上航运有新的航线，从福建平潭岛直接开往台北港的全新客轮，今天上午举行试航，预计在明年初就能够正式通航了。到时候从台北搭船到福州的时间将能够缩短到五个小时以内。在满天彩带跟热闹的鼓声中，航行于台中平潭之间的海峡号客轮庆祝通航满周年。这位福建台商成为幸运儿，海峡号的第十万名旅客。不过在平潭码头的另一边，这艘丽娜轮才是今天的主角，因为随后他将要第一次直接开往台北港。远大前后啊，这是我们盼望的，希望能够这个时间来开通。我们预计可能会突破30万人次。尺寸比姐妹船海峡号大上一截，全新的丽娜轮不但载客量高达800人，还可以同时运送335辆小汽车。根据业者计算，以这艘船36海里的时速，从台北开到平潭只需要3个小时，再转陆路运输，总计5个小时就可以从台北抵达福建省会福州。越来越便捷的交通，更渴望加强两岸企业对平潭综合实验区的关注。 TVBS 新闻李宏、庄志伟，福建采访。好，来，咱就了解吼、哦，平潭因是安身立命的地方啦。这是美国甲中国讲。那美军一进来，咱台湾差不多有200万人啊，因为以前做一挂歹代志的，做一挂贪污的，赶紧来选啊，会走的代志，因讲那。让这200几万人都走去，有的走去东北，走去四川，走去贵州，走去云南去。啊，如果走去那里去，以60、70年的这个做什么？那个自由的思想，去那里去革命的。中国到处都在革命，爱就废去了。啊，不然说，好啦好啦，无这个做什么？平潭岛啊。咱你若有证照吼，台湾的证照在那边都通用。哦，这就是这个状况嘛吼。啊，咱即摆过来看这个平潭岛这个报道吼，来。统战的手法可能又来了哦。好，现在很多人哦都打算去平潭岛，为什么是这个岛呢？好，有人说呢，你如果愿意去大陆观光的话，你就可以到这里来。好，我们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平潭县跟台湾呢航程是3小时的距离，不算太远。他们现在开始呢就在大举的挖角我们台湾的人才，特别打造了这么一个平潭实验区，里面的管理阶层通通用的是台湾人，它的总规制复制台湾，而且呢据说哦，民调当中有47%的人是愿意当中国官，年薪当然很高了，大概是200-300万元，接近是台湾部长级的薪水了。而且现在最新的消息是说，还传出他们有意思要延揽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去担任整个区里面最高管理的职务，可是亲民党否认。船身高达4层楼，附设豪华内装，丽娜轮正式起航，从台北开往平潭，大陆福建向台湾招手，要找1000人去当官。我去过，你有去过大陆？对，所以那个生活品质太差了，因为那里的环境我不喜欢。如果说他寄出年薪200-300万呢？哦，那可能就会考虑。商品城加紧赶工，大片荒地未来要盖高铁，福建平潭实验区号称两岸共治，找台湾人到大陆当公务员，网络征才职务五花八门，每年可领20万到60万的人民币，最高年薪相当台币300万。他们是号称对于台湾的开放的最后一个经济特区，也最后一个机会，所以本身来讲，平潭整个设计啊，就是针对台湾的工商业来做一个整体企划。拿高薪当诱饵，第一波吸引70多人投履历，最后只取6人，录取率不到10%，全是狠角色。
曾经参选市议员、金汉生技负责人杜德宏，现任平潭医院副院长、交通与投资公司副总杨哲安，还有平潭区管委会副主委梁勤龙，都有金融背景，甚至传出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也在延揽名单。实在是太小看也太侮辱了宋主席了，国民党啊，新党啊，这都是最严重的啊。那甚至于说，有了政党，他们的党主席都有在那边设办公室啊。区内特别标示，距离台湾只有68海里，交通薪水双管齐下，试图把台湾人才一网打尽。三立新闻台北综合报道。看平潭受害台商的报道。针对中共在福建平潭设立实验区，福建省长抵台大力推销并进行非法招商。今天受害台商在台中发起抗议中共投资诱骗陷阱的大游行，告诉台湾民众，平潭是中共招商引资的又一个火坑。我们今天的透视焦点。黑暗福建，黑暗福建，贪官横行，贪官横行，投资福建，投资福建，死路一条。抗议中共引资伎俩，受害台商周六在台中举办游行，面对中共大力推销平潭实验区，提出各项投资利多。受害台商表示，现在这个平潭说两岸共同设计、共同经营、共同开发，最后共同共享，其实是骗人的，不过是另外一个引军入瓮的新招啊，这个就很摆明的，就是希望把台湾掏空嘛。因为平潭陷平，他每次都是画一个大饼，然后设下一个陷阱，然后让我们来到我们这边招商以后，台商一进去以后，他就瓮中捉鳖了，开始宰你们了。现场参与游行的台商也控诉中共黑暗司法，说中国现在的司法根本就是招商引资的诈骗工具。我们今天最主要来办这个活动，我们也就是要警告台湾人，中共的这些伎俩呢，我们已经看透了。中共就是这样，每次就是他如果法律赢你的，哎，他就依法办；法律输你了，他就用抢劫霸占。司法在中国大陆啊，简直只是作为他来诈骗的一个工具，这根本就没用。中国的人民，最高人民检察院告诉法务部说，我这个案子不在两岸司法互助范围之内，我把海基会跟海协会签的两岸司法互助拿给他看，这个白纸黑字，赌足罪啊，怎么会没有呢？那法务部说，他们说没有，我也没办法。所以我们这个法务部好像是他的下属单位，他说没有就没有。受害台商接下来将继续在台南、高雄两地游行，要用血泪教训揭露中共诱骗投资陷阱。新唐亚太电视邱天喜、赵阳，台湾台中。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啦，要甲大家拜托两件代志。第一，回去去叫我较少年的、较专业的来上课。那是在国外我会叫恁一寡较少年的利用什么时阵回来扫墓的时阵也好啦，休困的时阵，六七月的时阵，还是过年的时阵啊，迄、那个顺便回来台湾佚佗，顺便来上课，这就是爱拜托大家。搁一个就是爱叫大家去清洗门前，安尼这两点拜托大家，安尼好唔好？好，谢谢，咱今日到这结束。